耶诞的脚步越来越近，加萨走廊西岸的伯利恒主殿教堂举行耶诞点灯，红白绿三色烟火从顶端绽放，祈祷 Omicron 病毒不要再破坏今年的耶诞。新闻最后带您一块来看更多资讯，请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我是贝兹，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再会。